窗外鸟世界系列就是在我家窗前拍的，用的是 HS3-200-600， 还有一个两倍镜。然后这边是杠子瞭炮台、碧沙渔港、八斗子渔港，经常会有大观鸠、黑鸢，也有曾经拍过游隼在这边飞。渔港前面有两只，渔港船那里。灯塔是不是？哦，冲下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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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渔港啊。嗯。那个平台那里嘛，哎、欸，这是好白嘞、欸，哎、欸，这是背上有东西哎、欸。点水这一只背上有东西。它背上有白白的，有发射器呀、啊。你看右边这只。有发射器的，又看到了，红屋顶上面这只盘旋到右边了。身上有发射器，对，蓝屋顶这只。